不会也变僵尸吧？啊，跑，好的。什么？你又在说什么？你是一个怪物？什么？你不是一个怪物，你是泰坦电视人？什么情况？这黑雾怎么传送不了了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边又有传送黑雾。Yes， 原来是机甲基霸和泰坦监控人来了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这里面是泰坦电视人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有些不对啊。啊，那不是泰坦电视人吗？糟糕，他也变成僵尸了。我去，该死的，这回麻烦大了。这一幕我简直接受不了啊。你们快看，泰坦监控人也接受不了。看来只能让基霸上了。没错没错，加油吧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兄弟了。基霸好像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一拳看着揍得好疼啊。基霸被丢到一边了。不好，这家伙把攻击目标转向泰坦监控人了，动手啊。哎呀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兄弟了，泰坦监控人居然不忍心动手啊。耶，怎么暂停了？泰坦时钟人来了，快点，时间逆转，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让他恢复啊？加油加油，时间倒流已经开始从指尖运行了，左侧的手臂就要恢复了，加油。哈哈，有希望的。关键时刻这家伙怎么又来捣乱了？泰坦时钟人能不能扛得住啊？冒火花了已经。哎呀，不行，小心。只能对付一个，先把这家伙解决了。糟糕，这家伙又来捣乱了。你这能量有点分散啊，希望能坚持住啊。这也忒狠了吧，断臂求生啊。这家伙，好，都怪这家伙，先搞定他。那又来一个麻烦货，是蝙蝠僵尸电视人。基曼呢？快干掉他。哇，这一拳好猛啊，就剩这家伙了，送他领盒饭。这也太生猛了。好的，去看看病毒电视人大哥给我们遗留的信息，是在这儿没错了。啊，是个 U 盘。啊，耶，你把手撒开。